天我读的是闹闹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今年我读小学三年级了。同学们，三年级得参加课外活动了，请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想选择一项你们喜欢的课外活动。我的兴趣是吃蛋糕。老师，有没有吃蛋糕的课外活动？休息时，伟伟，你要参加什么课外活动？我要做图书管理员。书又不会跑，有什么好管理的？真是书呆子。我啊，要参加舞狮团。我要参加童子军，听说他们经常去露营。闹闹，你也参加吧。啊，露营？不要，不要，我怕鬼。